约台哦。
没有冷气。有了，还有手背借我。那另外一位待会儿你再打过来再好好好。然后手给我看一下。嗯，看到了，来我先走。好，里面请。不要跑，不要跑。即将要出发了，要当适合自己的距离，安全带要系上哦。现在可以当两个椅子中间下方的手刹车。哎，这里有可以蛋壳回收。蛋壳回收。你们不用回收，我知道。我知道。我知道你们要收藏。大家。看不清楚了，这边太暗了。豆腐君，那妹妹的是什么？妹妹的称呼她不用开了。好，那妹妹你开了再给我看。走吧，走吧。